滔滔话打边炉个炉最重要，我就话都系啲食物先系最重要。呢间尖沙咀嘅火锅店，除咗火锅配料饮食之外，连刺身都系饮食噶。咁就等水滚嘅时候都可以继续食啦。平时嘅鸡煲净系得鸡，呢度嘅鸡煲系有每人一只鲍鱼噶。食完鸡煲唔够后，仲可以无限添鸡噶。除咗 menu 入边嘅海鲜同埋肥牛之外，仲会送一碟手切肥牛、花雕牛肉同埋海鲜拼盘噶。生日嚟嘅客人仲会送一只冰镇鲍鱼添。除咗刺身同火锅，仲可以加钱买小菜噶。例如有酸菜海鱼煲同埋豉油黄海虾，咁多嘢食，想食就快啲约朋友嚟啦！